中沉默如梦偶，四周压迫压迫，坟墓里多难受。虽然很痛，泪虽然诅咒，每刻记得记得，没错了。内心布满暗影，仇恨恶毒欲望愤怒，失去躯干做盖棺，火葬渐化做尘土，怨念弥补，狂风吹不倒是恶火。每夜散落残忍，血肉祭祀重生，让你步向痛苦，满身伤痕，眼眸里没情感，已抹去泪痕，不再受困，心已勾破断魂。好，欢迎收睇今集嘅灵异村，咁又系咧村长同大家主持节目嘅时间啦。哎呀，我唔记得咗 set 个 mon， 我唔记得 set 个 mon 同大家倾偈添，我阵间叫工作人员帮我搞一搞，系啊。咁啊，好啦，先嚟同大家咧讲咧今集咧嘅灵异趣闻先，系啦，突然间醒起趣闻添，系啦，因为咧我唔记得咗 set 呢个 mon 咧同大家打招呼。系嘛？有冇得 set 啊？咁样咧就可以睇到你哋有问题咧，就系问嗱。其实原来相传，哎呀，唔该晒，系啦。咁啊，原来相传咧，我哋咧喺地铁站嘅时候咧，就曾经有一个咧叫做被消失的地铁站。嗱，先讲下个地形先。原来想当年咧喺呢个地铁站咧就咁我哋而家有西营盘站啦，系咪？原来讲咧西营盘站隔篱咧，本来咧就起多一个咧就叫屈地站嘅。咁啊，屈地站咧就喺西營盤站嘅隔離啦，咁樣。咁原來老一輩人咧，經常，哎，我見到大家啦，哎呀，唔該曬啊，靚女，係啦，嗱啲係因為咧，我一唔 set 呢個 mon 咧，咁我就係睇唔到你打卡。咁有陣時雖然我掛住講故仔咧，我未必逐個點名啦。咁但係咧，咁我依家我知道你哋係喺度嘅，咁樣。咁啊，好啦，講下呢個屈地站先。咁啊，當時咧就有好多老一輩居民咧，就係聲稱咧。嗰一度咧係極陰之地，咁就唔即係好多怪事發生，好多靈異事件發生，就反對咧係起呢個屈地站嘅。嗱，呢個傳說啊，都市傳說啊。Hello， 咁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原來咧屈地站，首先你要知道呢個站本身喺邊先。原來咧就正正喺呢個高街鬼屋嘅附近，咁佢哋咧就覺得咧。高街鬼屋咧，本来就已经唔老礼啦。咁如果嗰度咧起一个地铁站咧，咁就更加叫做咩咧？
即影響咗啲地運啦、風水咧，所以咧就係好反對嘅。咁啊，高街鬼屋咧，大家都唔會陌生噶啦，係咪先？最初咧建築咧，呢棟嘢就係醫院啦。咁啊，後屘有工作人員，醫院工作人員嘅宿舍啦，又改建過精神女病房啦。日佔期間咧，又做過刑場啦。咁其實如果講歷史嚟講咧，咁聽高街鬼屋後邊嘅歷史都好可怕。其實我曾經咧都有一次咧有諗過爬入去嘅，啊想當年咧同你講下趣事啦。Hello， 見到大家啦，我梗係要多謝你哋先啦，因為咧我而家見到村民呢個 say hi hello hello 村長呢班村民咧，咁就係全部都係有付費嘅。咁因為咧呢一度咧我係要俾租噶嘛，咁我每次咧都緊緊啱啱好啊，每一次都心諗死啦，佢月底咧好掹水，緊緊咧每一次都夠交租嘅，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好多謝你哋即係付費繼續支持呢個節目啦，俾大家個聚腳點。因為咧，我真係好多謝你哋嘅。咁啊，亦都咧有一個網友咧，咁我知道佢手機嘅型號好舊，咁佢咧就成日都上唔到。咁我即係嗰個我就即係退翻俾佢啦。咁即係我哋唔係話即係太現實嘅，不過咧。唉，咁我呢度要交租啊嘛，我每一次咧望到月底，哇，真系月底啦，好悶啊咁样，每一次咧都 last 咧就夹埋，紧紧够交租，所以系非常之多谢你哋，我爱你啊！好，继续讲埋先。咁啊，高街鬼屋有一段咁恐怖历史啦，我啊讲我个历史俾你听。我曾经有一次咧，我嗰阵时咧就啱啱做无线，就做都唔系啱啱嘅，做即系头两三年啦咁。咁啊，啱啱咧嗰阵时有架车啊，咁就系有一次咧，你知道我哋拍外景啊，周围去噶嘛。有一次拍完嘢，咁我揸住架车，我喺香港区拍嘢，我就经过高街隔篱。其实我揸车外边咧，嗰阵时咧，我曾经咧就因为我住近电视城啊，又租过西贡，即系我住过好多地方周围租啦。咁啊，咁我嗰阵时咧就啱啱经过就停正喺个红绿灯附近咧，隔篱就高街鬼屋啦，黑妈妈夜妈嚟噶，我拍完嘢半夜三更，咁我就咁样望入去，咁我当时咧。就是因為我順便咧，因為車翻啲同事入西貢啊，有幾條友都一起住西貢嘅，咁啊已經講啦，幾個演員都頑皮嘅，咁我講哇高街呢、這個就係高街鬼屋啦咁樣，上邊啦，啊哇而家落車拍埋車，我哋行上去都得啦咁樣，即係我係有咁樣提講過。嗱，車裏邊咧係有人話你行咯咁樣，但係有人話喂唔好啦，拍完嘢好辛苦啊，你要玩你自己玩，我送咗我哋翻去先。咁所以咧就因為有人攰咧，我就冇去到。我諗下，如果啊，想當年咧有機會入去咧，即係無悔啊，因為後屘就拆咗啦，剩翻好少忽咁樣，即係唉，如果唔係當年咧都可以睇下。咁啊，亦都咧有啲拍戲嘅人咧就講過俾我聽咧，佢哋喺高街鬼屋入邊拍嘢趣聞，係啦，阿新娘就話佢俾打敗仗啦。咁我咧都趁呢個好少嘅時間咧，就講咧呢個肺炎咧，即係又有肺炎啦。呢、這個肺炎咁短時間爆到咁大咧，一定唔嘢少噶啦，所以咧就要戴口罩。無論點解，我發覺好多人係唔戴而係咳嘅。尤其是公众场所，好鬼死咧，冇公德心嘅，咁样咳啊，系咪想打佢？咁但系你唔会打佢噶嘛？咁你知坐巴士噶啦，或者你知坐公共交通工具坐地铁噶啦，有阵时可以够胆死咳到我头发飘啊，我 feel 到咳得几大力，大佬啊，你对住人嚟咳，你有冇谂过你揞下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就系话咧。你是要保护自己的，是的，那人家就不会保护你的了。那即我不是给说话你听，你不要误会，我是关心你们啊，你知道我爱你们的了。即自己戴口罩乖了，是的。同埋你们呢戴口罩，还有一样东西的口罩，你知道因为可能是我日头戴完一次，我放工或者要戴多次的嘛，那你知道可能是会有菌的嘛，那你自己整定支火酒喷一喷养干它，跟着再戴啦。系啦，即系自己要保护自己啊，乖啦，你哋，尤其是新娘吓，知你身体系弱啲嘅，咁样咧冇办法，即系靠自己保护自己。你唔好谂住人哋有公德心，系冇啊，呢个世界系冇，所以就乖啦。好啦，讲完继续讲翻高街先。咁高街鬼屋咧就有啲拍电影嘅人咧就讲过一个趣事俾我听嘅，就系佢哋入去高街鬼屋嗰度咧，
拍嘢。咁啊，原来嗰阵时高街鬼屋咧就差唔多要拆，不过佢哋都申请到入去拍嘢，咁啊拍电影。咁啊，原来高街鬼屋咧嗰阵时咧就系拆到都好恐怖噶啦。当然系冇灯啦，系靠佢哋入去拍嘢打嗰啲灯嘅啫嘛。咁佢有几层嘅，咁啊，同埋咧已经系有人拆过楼咧，凿咗一个大窿咧，系 level 三、level 2、level 1系穿咗落去噶啦个大窿。咁佢哋咧就喺下边嗰层度拍嘢啦，都唔敢上上边，因为其实你拆到咁咧都好危险。咁啊食紧饭啦，放紧饭，就突然之间咧，超跌咧。就跌咗嚿金，咩金咧？就系屙嗰啲金，屙金系啦，落嚟。原来有条咧，有咧就冇厕所，就行上去，就见到个窿，就除裤就踎低就屙。但系人哋下边咧就食紧饭，因为佢穿咗几层，佢又冇谂到穿到底，咁啊食紧饭盒就中咗啦，咁样系啦。听到好核突，但系呢个系喺度拍嘢趣闻。咁就所以咧，唔好以为鬼屋人哋一定会惊啊！嗰啲人就更加诶谂住冇人去，咁啊会做啲咁嘅嘢。所以你探险咧，一定要望实个地，系随时踩金嘅。好啦，咁啊无谓笑，讲继续讲翻先。咁啊，即系呢个叫做香港咧，就有啲灵异嘅趣闻啦。就系、是、曾经原来咧就系有个屈地站，咁啊冇咗，原因咧就系佢哋相传咧就话，因为嗰度历史咧恐怖啊。咁啊，而且咧就如果有个站喺嗰度嘅话咧，就会影响啲风水。咁啊，到最后咧就因为咁咧，就将佢咧就搁置咗，所以呢个就系被消失的车站。但系咧搁置咗就并冇代表咧佢冇实行到。点解咧？原来咧就相传咧下边嗰个隧道咧系已经掘好咗噶啦，系啦，即系其实嗰佢即系未完工，即系完全未完结啫。咁佢哋就话咧。当时咧就系咧，佢哋一啲外籍嘅工程师就亲眼见到喺呢个嘅工程施工嘅时候咧，喺西营盘站附近，即系你知痛啊嘛，系咪？咁就发觉咧喺屈地站同西营盘站嗰附近咧，就发觉咧有个白衣女鬼，就经常喺深夜十二点钟之后咧就出现啦。嗰阵时咧系未开通，即系西营盘站都未开通嘅，就有个女鬼喺嗰度。无奈咧就吓到好多工作嘅人员咧就施唔到工，咁啊当时就揾咗师傅嚟睇，就即系发觉咧就话呢个女仔咧喺嗰阵时咧系埋喺呢度即系过身嘅，而佢嘅精神系有问题，咁即系好明显系嚟自高街嗰度啦，个精神病院啦，咁佢就落咗嚟，因为你打通咗下边佢落咗嚟，咁当时咧就直指咧就话咧嗰度咧屈地站咧就将会系呢一个鬼屋嘅开口。如果你呢个站度用咗佢咧，就会好多呢啲咁嘅嘢喺度嚟啦。咁你知咧，就相传曾经油麻地站咧，亦都啲人刹停嗰架车，话见到有个女仔跳车，然后乜都冇噶嘛。因为佢已经发生过，即系可能系发生过呢啲嘢嘅关系咧，所以当时咧，佢哋就系咁咧，亦都计过好多数啦。咁就呢个站咧，就最后咧系冇开通道，就被誉为咧系一个消失嘅港铁站。传闻系啦，咁啊，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就系、是、有人话咧，其实咧喺个地道嘅工程下边咧，有个你入到去嘅话咧，系有啲你乱咁供咧，系会供到去或一啲被废弃嘅地方，因为当时起咧谂住预咗个用，咁啊冇用到，系啦，咁啊如果你有啲咩被盗落到去，睇到一个黑掹掹又被废弃咗嘅站，咁都几恐怖噶。好，你有戴口罩，你有戴口罩是很乖的，那我就提一些没戴口罩的村民，那你记住就戴口罩了。真的没什么想到可以怎样保护自己，除了戴口罩之后呢，穿多一件衣服，即是不要让自己那么弱，还有呢即是睡眠休息呢，不要熬那么多东西啦。那时候 Emily 很喜欢熬夜的嘛，是不是？那所以就是叫你们了。那Sandy 就不会的， Sandy 是早起身人，很早睡的，是的，所以就 Hello 各位村民，所以应该就 OK 的了。好了，今天还有另一个故事，我先讲了一个即有趣的传闻，传闻的东西就可真我可真可不真，都是传说，是不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回答到你哪支姑娘坚定流嘛，但是呢就我们当故事听也不需要太认真啦，继续讲。好了，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一个咧西环嘅旧鬼故。哎呀，系啦系啦，西环嘅旧鬼故。咁啊，因为今日讲开呢、這个，啱啱讲起呢、這个
附近的那大的靈異的趣聞，不如呢今集呢又跟大家講一下一些西環的舊的鬼故啊。這樣西環你有什麼的回憶，有什麼的感覺？看胭脂扣梅艷芳張國榮唐西風月行好多海味鋪。我呢就舅母過身了，但是我舅母呢生前呢就講在那時候我很小的，他是住過西營盤，不是即西環，因為現在的地鐵站叫西營盤，但其實就是西環。我都記得呢我小時候就去探他的時候呢，即是過時過節啦，這樣就去一年一度樣探他呢，就搭到那裡我經常覺得很臭，因為很多海味很多味。我記得那間屋呢我有去過，但我那時候小時候我就沒有想過它是鬼屋。他就說呢就是他自從在車公廟那裡呢，他說的我不知道啊，沒說錯話沒怪我，拿一個風車回來之後呢家屋就有事了。他就說了他自己呢就家裡有一次就沒有人，他就聽到看電視，但是看看下就睡著了覺，就有個小孩很吵就跳跳跳跳跳就跳過梳化跳過他。其實他的心很害怕，但那時候不知道怎麼做好，只有他一個，他就說我頂你不順了，我入房睡了，樣他就走入房睡。他入到房其實他心很害怕，當然趕快關門進去睡，很害怕睡回床。他說那個小孩在廳那裡跳得很緊要，出笑很開心玩，他心很害怕，但那個小孩就在廳外玩就沒有入到房。他就覺得啦，不知道是 timing 問題還是那件事，他就覺得是拿了風車回來之後呢就來了啦。跟著呢他就當然趕快搬啦，他就搬了去別處，他就留下了風車在那裡，是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嗰只嘢就留咗喺嗰度啦。呢个系一个即系都系西环啦个故事啦。咁好啦，今次咧讲呢个咧，我唔知系咪叫宿世情缘啦。因为宿世咧，你感觉上咧前一世一定系嗰啲电视剧，哇姻缘啊未了缘啊呢样嗰样。咁今日呢个故事咧好得意嘅，就系咧旧西环旧香港。咁啊，以前有好多馬姐打工嘅。咁啊，馬姐你嘅感覺就一定係年紀好大啦，梳住辮啦，白衫白褲啦咁。咁但係咧就原來係唔一定嘅。咁就係嗰啲人咧屋企窮，咁啊以前啲人有錢人都要請工人噶嘛。咁但係工人就嗰陣時未有賓會啦，未有呢個印佣啦咁。咁就所以咧，於是咧佢哋請啲馬姐打工嘅。咁啊，其實馬姐打工咧就後生嘅，當然係即係後生，即係有學徒啊，原來。即可能有个老的马姐带着一个后生的马姐，那个后生的马姐就学嘢学嘢学嘢，即跟你原本的老工人去学嘢，那就是即代代咁样相传咁样嘅。咁啊，当时咧有一户姓王的大户人家，那就是啲马有个马姐就去打工。嗱，呢个马姐很后生啊，十八岁嘅，佢系喺即嗰啲乡下落咗嚟香港。咁就係冇嘢做啦，咁啊當時咧就係去咗呢户人家度打工，就要跟嗰啲喺嗰户人家本身裏邊打工嗰啲老嘅老人家就學嘢，包括即係學煮餸啊，做佢哋嗰啲屋企嗰啲家頭細務，照顧佢哋屋企人啊咁樣。嗱，馬姐嘅打扮咧就好樸素嘅，咁啊大家都知啦。咁啊原來都有啲趣聞嘅，馬姐嘅打扮咧咁樸素嘅原因咧就係為咗保護自己嘅。咁當然啦，佢做工人就梗係要方便佢做嘢啦。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保護自己嘅。嗱，今時唔同往日，即係以前可能都驚啲老爺啊、少爺啊對自己喐手喐腳係咪先？因為以前啲男人就即係大男人主義，即係男人大啲。所以馬姐都盡量不會打扮自己，就希望就是低調一點低調一點。那一家是一户大户人家，有叫做 人比較多，因為以前都是這樣，所以才需要工人。好了，那個十八歲的馬姐就叫阿蓮，阿蓮姐啦，好冇？阿蓮姐咧就喺嗰度打工啦，一入到去呢间屋企住咧，咁就唔知系咪唔惯咧，佢就成日都发梦，就梦到咩咧？就梦到咧佢呢一家人咧嗰个好老嘅阿爷，个阿爷已经死咗噶啦，好老嘅阿爷咧就走嚟咧就同佢讲叫赶佢走，发梦，即系成日都嚟发梦，梦咗佢走。
咁佢咧搞到佢夜晚瞓得唔好啊，成日嚇到醒咗，出曬汗喎。哇！嗰、那個老爺咧夜晚一瞓著覺咧，即係個阿爺又嚟啦又嚟啦，就好惡咁樣就喝佢鬧佢走，甚至乎咧有陣時咧就會喺啲夢嗰度咧係會打佢，即係刮佢一巴，刮佢一巴嘅。佢最誇張咧就係有一次瞓瞓下覺咧，攋手冇道具添，即係個人瞓低啦。拱佢，咁啊拱到佢咧嚇到醒咗。喂，呢樣嘢咧，我聽阿肥姐講過。阿肥姐未過身嘅時候，我聽佢講過，好恐怖。佢自己都話佢咁嘅身形拱得醒佢嗰只嘢好大力。哇！我聽到好多毛管動啊，因為咧佢都有講過，有啲人去登台咧，以前咧住酒店咧俾人拱醒嘅，所以我唔識登噶。你雖然話我好大膽啊。我亦都即有 feel 過有古怪嘢嘅，我都有俾佢砸過嘅，但係咧我係都唔敢熄燈噶咁樣。好啦，咁啊馬姐咧就喺阿蓮姐咧就喺嗰度打工啦咁。咁啊蓮姐嗰度打工咧就成日夢到個阿爺嚟擁趕自己走，甚至後尾咧個阿爺喐手啦，即係個夢到會打佢啊踢佢，係咁趕佢走。咁啊。冇辦法啦，就後尾咧，佢因為佢年紀始終都係年紀細啦，咁啊忍唔住咧就同咗自己嗰個老工人，即係嗰度本身個家個老工人講，咁、那個老工人咧就同佢講：菜，大家利是，唔好講，咁啊當初梗係冇理佢啦，冇耍佢啦，但係咧其實如果咧原來咁嘅，你每一晚咧。喺真喺嗰度有个殓房，好多灵异故事。好，原来你每一晚咧发梦咧，梦到嗰个人咧，如果嗰个人咧喺梦里边有同你互动咧，你慢慢会了解对方噶，好得意。咁佢咧日子啊耐咗咧，咁、那个老爷嚟咧，佢开始识反抗，唔系老爷，嗰、那个阿爷嚟开始反抗，挡佢，即系你打我挡佢，喂，你唔好再打我，开始咧就恶。同埋你越發得夢多咧，你就知道自己係發緊夢啦。咁你就知啦，我發夢啫，我使鬼驚你啊！你一打過，即係開始呢個我加落去，即係開始去反抗佢啦，總之擋佢啦，唔俾佢打啦。咁佢喺個夢度咧就得意啦。嗱，最初戇居居咁俾你升兩巴，擁下你，好驚噶嘛。慢慢你發覺你擋到佢呢個夢嗰度，原來喺夢度你自己都可以反抗啊！就猛啦！大佬十八岁，你对个老系咪先？你唔会输噶嘛？咁仲有做工人嗰啲，梗系手手脚脚都大大只只噶啦，唔通你啊？即系睇电视咩？个个小芙蓉咁啊？梗系唔系啦。咁佢咪开始就同佢度，咁佢中个最抵死咧，就啲马姐啲鞋咧，你有冇记唔记得电视剧咧？咪黑色嗰只咧阿婆鞋嘅，佢仲抵死到咧，就有一次咧，嗰个老爷咧个样凶神恶煞嘅，好瘦啊呢个人，因为点解呢个阿爷咧，佢过身嘅时候系病死嘅，咁佢咧就好瘦啊，佢咧就好恶啦，好怒嘈啦，老人家咪闹啦，咁佢冲过嚟揼佢嘅时候，佢即刻除只鞋咧，系咁拍咁拍，打小人咁，天桥底打小人咁。你想睇下咧，你去湾仔桥底打个啪啪声，就系咁打佢，打到嗰个阿爷咧缩喎，呢个几好笑，缩喎，好凄凉咁啊，同佢讲咯，就讲数，你啊唔好虾我啊，我啊唔会走噶啦，我喺乡下落嚟嘅，我冇屋企噶啦。你知马姐唔系使乜喺呢度打工，就是、包食包住啊嘛。我冇屋企翻噶啦，死过啦同你咁样，凶翻个阿爷，个阿爷居然被凶喎。咁啊，开始就倾偈，个阿爷就总之你就唔好留喺屋企啦，我就唔想你同我啲仔有啲乜嘢，你就唔好留喺屋企啦咁。咁佢醒咗之后就谂，唔通系因为我后生？咁佢就因为屋企里边其他嘅，即系一剩翻一两个马仔都系年纪好大，啊唔通因为我后生咁样？咁啊讲翻佢屋企有咩人先，系啦，要讲翻个年理知先。嗱，佢屋企咧就系咁样嘅，而家咧系个大仔咧就沙菲华士，咁啊系有啲铺头啊，但系咪就系想当年系咪就海味铺就唔知啦。咁啊，总之系有啲铺头喺西环啦，咁啊有啲铺头，咁啊屋企揸大锁匙，我系叫揸大锁匙嘅。咁啊，仲有二仔啦，咁啊，仲有个最细嘅细仔，系啦，最细嘅细仔咧就系、是、即系叫做读紧书啦，咁啊，好瘦弱嘅。嗱，大仔同二仔咧就已经成家立室噶啦，生咗几个细路噶啦，所以屋企系劲多嘢做嘅。咁好啦，就剩低个细仔咁样。咁啊，佢当时就唔想同佢仔有啲咩，咁佢心里边就谂啦，
哦，即系因为屋企咧长辈嗰辈份咧，阿爷咧就已经瓜咗啦。咁啊，啲仔长陀，咁啊，所以咧就即系睇小，即系睇小啲女人啦，又觉得佢后生啦，即系可能有啲歧视啦。咁佢哦，咁我终于都明。咁佢咧就冇理夜晚嚟，你打我咪打你咯，打到咧嗰个阿爷咧。夜晚夢又夢到佢咧，企到好遠咯，啊咁啊幾好笑，即係你係鬼，你應該好威啊嘛，咁唔係，佢企到好遠咁樣，整到佢唔敢，你唔好同我講嘢，我唔想聽你講嘢咁樣，佢又夢到好惡，因為唔係真實啊嘛，我真實我打你公，我喺少爺面前又梗係唔惡啦，咁哇你都死咗阿爺咁啊好惡，咁就有一次咧就係咧喺個廚房度做緊嘢，又同個老嘅馬姐咧傾偈嘅時候咧。就讲起咧呢个阿爷，佢发梦，哎，我梦到啲嘢好得意咁，佢阴阴嘴笑，梦到咩？就同嗰个阿爷咧讲嘢啊，打交啊，有呢样嗰样，咁就令到呢个老马姐咧开始咧就居然系信佢，点解会咁得意咧？原来佢讲咗好多嗰个阿爷嘅特征出嚟，包括咧呢个阿爷咧瘦到皮包骨啊，当时咧个面呢度有一笪咧就系灰色嘅。因为佢嗰阵时病啊嘛，佢系病到咧嗰个啲面咧，嗰啲老人斑又大大黑灰灰黑黑。咁啊，仲有呢个马姐咧，就佢话好得意嘅，佢话有阵时咧，嗰个梦入边咧会突然之间黑白色，你突然之间咧又会彩色翻。即系其实我谂咧，嗰个其实个灵魂咧真系喺个屋度影响咗佢，所以佢个梦度跳嚟跳去色。呢一样嘢我有经验啊！我话俾你听啦，我细个住个唐楼，我咪话有嘅。你哋熟我，你哋成日都听过呢个故事噶啦。但系我唔系重复个故事，我想形容见嗰只嘢。咁啊，半夜瞓着觉啦，俾鬼砸啦，跟住又要撩块面啦，醒然之后濑嘢啦，望住佢好近我啦。佢就系在乎于黑白，有阵时灰色，突然间嗒一声咧，你又觉得佢有颜色，但系当时好即系夜晚咧，你望好感觉屋企系有少少呢种 turn 嚟 turn 去嘅，所以我好明白。咁佢就當時就形容啦，咁當然呢樣嘢咧就唔令到嗰個老馬姐覺得係有問題，但係佢形容開始形容啲性格啦，講嘢嘅語氣啦，同埋因為佢哋全部咧都係一啲唔同鄉下嘅人，咁當時呢個阿爺個口吻用嗰啲字咧，就令到呢個老馬姐咧就覺得好神奇啦，因為你嚟嘅時候呢、這個阿爺已經過身啦，講下講下咧有啲特徵。包括埋阿爷着嘅衫，原来阿爷咧嚟报梦咧就唔系每一晚都系着同一套衫嘅，咁佢有几套啊？咁佢就当时咧就同呢一个老马姐就形容咗佢有几套衫，而令到老马姐咧即系记得喺个心入边好惊嘅原因咧，原来系咁嘅。佢哋以前嗰啲乡下系烧真衫，即系我哋而家就系烧衣啊，亦都唔会玩到咁大啊。咁但系以前原来咧，佢哋兴咧，即系烧嗰啲系佢生前真系好中意着过嘅衫俾佢，就系烧咗嗰几套。而嗰几套咧，当时咧系呢个老马姐烧嘅，所以佢又能够形容到嗰几套衫咧。咁啊，老马姐就觉得好神奇啦，就觉得咦，好似又系真的。再加埋咧，老爷讲讲讲讲嗰啲嘢，咁于是老马姐咧就俾一个任务呢个阿莲姐，佢又同阿莲讲啦：嗱，阿莲，我又唔系唔信你嘅，我信你嘅。不过咁，阿老爷咧生前咧就有咧嗰、那个有一只戒指啊，系金嘅戒指，佢系金戒指，佢系好中意嘅。但呢个金戒指咧就系佢啊阿老爷有一日咧就跌咗，系啦，跌咗。咁如果你问到阿老爷呢只戒指跌咗喺边咧，系啦，咁我就知道咧阿老爷系真定假啦，我就帮到你噶啦咁样。咁阿莲姐嘅心谂好啊，我咪问下咯咁样。咁阿莲姐嗰晚咧瞓觉咧又见到阿老爷，阿老爷又企到好远啦，唔系阿老爷阿爷爷啦，企到好远啦。咁佢就问佢啦，喂，那个另外一个马姐问你啊，你嘅戒指啊，金戒指啊跌咗喺边啊咁样。咁跟住咧，居然咧，阿老爷咧喺个梦入边咧个场景咧就会转换嘅。咁佢离远咧就望到离远咧就好似有个光咁嘅嘢。咁阿老爷就行咗入去，就行入去行翻出嚟，就同佢讲，就话嗱，我床头个柜咧就后边有条罅，嗰只戒指摄咗喺嗰度。
不信你去看看，你只要拿到我攝了進去這隻戒指給我媽姐，她就知道你真的就真的知道你見到我，她就會幫我趕走你的了，這樣。然後她說好啊，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先。她夢醒了之後，她就立刻去找這個老媽姐，她就說阿爺爺說在他的床头隔离有个柜，那个柜后面有一条拉，就是戒指是攝在那里，他不是跌了，他是收在那里，是的，他收在那里而已，他不是跌的，他知道戒指在那里。好了，时间 part 1够了，稍后 part 2回来继续讲这个西环故事，稍后见。亲爱观众，是不是很想买罗永恒灵异村的节目呢？方法很简单，冷静听着。首先你在我们的网址登入，你就要用 Facebook 或者 email 登入，登入了之后你就要选这个节目付费的方法，然后你在购买节目里面只要选我的节目，就是罗永恒灵异村三个月，不要选错，阿 Jam 说明是选错了，不回水的。选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付费方法了，分别你可以用 PayPal、Credit Card 或者银行入数的。如果你是用 PayPal 或者 Credit Card 的话，基本上你一买了就已经是即刻直接就已经可以随时可以收听我们付费部分的了。但如果你是用银行入数的话，你就要 send 回你的入数指给我们，我们就会帮你开通的了，是不是很简单呢？那做不即刻行动？